将心酸放乎伊，往事难随意。怨叹伊别人的话，咱只要做家己。现实像酸风寒流，这一切无法度照天意。不如着想想好开，看好破路嘛无所谓。有什么勇气，甲幸福甜蜜干杯，甲吹落去。机会会来，过去的过去，感觉是算什么？无什么代志，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人生的可贵，正是因为咱斗阵的友谊。有什么勇气，甲幸福甜蜜干杯，甲吹落去。机会来，过去的过去，感觉是算什么？无什么代志，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人生的可贵，正是因为咱斗阵的友谊。想什么代志？哎呦，吃哪里？我要急死哦！哎，小华，你是安怎？小华，你是安怎啦？哎，小华，英秀啊，你是安怎啦？哎呦喂啊！阿小华，开门啦！别旁说，讲别旁说，这条路命来去等命。
生什么代志上？看你这么伤心，你甲我讲好，你甲我讲好唔好啦？小慧，是安怎啦？小，看你这么伤心，一定是发生大代志。你甲我讲，拜托你甲我讲好唔好？小慧，你是安怎啦？你哪会拢唔讲话？你愈唔讲话吼，我心肝愈着急。你莫安尼甲我惊吼，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为爱明雄，就安尼让恁爸爸也死。这件代志就安尼转煞，我拢无法度对付恁。恁心吼，恁哪会安尼对我？阿秀，你是要创啥？万明啊，你的目的已经达成啊，你即摆得意啊吼？其他还未开始，即摆是先拍落浪鼓，精彩的搁在后边。你敢无想要知影？我是安怎处理叶明雄？我正无用时间来问这个。医生，你的电话。喂，我是。好，我知。我并不知道陈明亮伊会囥在卖分了，我嘛唔知伊竟然是。别讲啊！是我，你唔是啊？你是禽兽！你竟然帮忙迄个陈明亮！你到底是对我做啥物代志哈？我什么都没做。你别骗我，你后面讲，你明明绝对无。就算讲我甲比比，也袂讲让这个代志发生在你的身上，是真实的。你都要相信我。我袂相信你啦，我袂搁再相信你啦，我袂相信你啦。我当明白，你心肝来烦恼，也不过代志不是你所想的。我当用我性命来向你保证。哈！我是尽到你的责任，你搁讲什么哦？我都袂相信。你是一个少年，你是一个秘密秘密少年少年少年，你我哪会相信你这禽兽？不管你是不相信我，我对你讲的话，你一定要听入去。你烦恼的代志并无发生，你听见无？我袂原谅你，我一世人都袂原谅你啦！Thank you.
你真正唔知阮主管走倒去哦，伊从来都唔捌迟到的。我是烦恼讲哦，伊敢会出什么代志？哎呦，那讲到这吼，我实在是话要急死的啦！啊，伊都安尼吼，下早啊透早坐倒转来，阿都。校长，请你给我一杯冰红茶。哎呦，我要问你一件代志啦。阮英雄的昨去你女婿吼，啊是发生什么代志？下早啊一个倒转来，都哭到足伤心的，啊，搁气到要自杀。有这个代志哦，比方说，你倒不来较早讲的啦。这都。南明亮，到底什么代志？你甲我讲个清楚。啊，若无我对你无客气哦。是要安怎讲呢？好啦，就算讲我予恁知影一个秘密，恁主管的身材哦，有影有够赞。无，你即嘛是咧讲啥哈？你毋是咧问我昨暗发生什么代志？你是讲？无啊，大明亮，你是为什么意思？少年啊，卖遮尔冲动。较顶下就会有真侪人看到恁主管的裸照，你敢卖我免费送你一张？意思是讲你去翕到英叔啊，不应该翕的相片哦。陈明亮，这尔啊卑鄙的代志，你也做会出来？你姑娘凶的警察，连安尼清清采采，动手拍变形，像你这间袂见笑的，应该拍啦。哎，少年啊！你稍等，阿健，你紧回去派出所吼，叫恁遐警员，大家出去找主管。你真紧，做这种袂见笑的代志，社会败类啦！你稍等我，你慢车走，我来提物件。这是我的假金婆啊，甲我的囡仔，我要上车，甲你买英俗的相片甲底片。你搞错了，你搞有剩一片？哼，卡数你来嫌无够吼。我给你啦，你若搁再嫌无够吼，连这间红茶店尽数给你嘛，无要紧啦。林芳嫂，你做人搁真大方。咱人啊，出世手空空啊，死去有哪手空空啊？这间厝吼，我有哪住真久啊，小可换一个环境有哪袂歹啦。我也拍算这桌啊椅啊啥物吼，拢要给小罗因啦。是咱人赚来的，查某人名节是上界贵重哦。卡斯英雄啊，若去予你毁掉这个名节，伊的面是要安怎样啊去见人？啊，这间厝是算啥物啦？对对对，你讲的真有道理。你答应啊，对不对？你将相片甲底片给我。李芳嫂啊，相片甲底片，我无一定爱卖。即马是你咧救我呢，唔是我咧救你。那安尼，你即马将相片甲底片给我？那是当然的。无你就抓！你这个查甫哪会这啰嗦？你若是安尼拖拖刷刷，我是无遐尼侪时间在这陪你。安怎？你即马后悔唔甘愿啊？是无？唔是，我只是……只是唔相信我，准煞。好啦好啦，提提气啦，归你去。
你想去将两个的位啊？不过伊，伊讲伊有翕到我裸照着，但明亮，你若敢将我的相片露出去，我袂放你煞。我当明知影啦，是讲正式到迄个时阵，向前就已经背去了。哼，我叶英雄。 是真正白白的人，我的身躯甲我的精神，就因为你对我做迄种卑鄙的代志，对我遭受污蔑，就算讲你把相片露出去，害我无法度做警察，我也袂屈服。我顶多要将全国受过侮辱、受过威胁的女性朋友，叫伊大家站起来。 对付恁这种残害女性、剥皮的小人呐！安怎？你敢想我的相片？摕出来！只要你敢摕出来，我马上就把你抓起来，全台湾的警察拢会帮你抓。安怎？英雄阿公安尼有影？你是不是无去翕到伊的相片？ 对不对？严英雄，算你胆较大。陈明亮，你甲我较注意哦，这条线，我早晚会甲你算。今天你无这个机会，因为你根本就无任何证据，你唔通忘记，我是一个为日本倒转来的华侨。 我是一个清清白白的生理人，昨暗的代志是你家己无小心无注意，你是要怪谁？你讲对。英雄啊，你敢真是将这件代志当作无要紧心？ 原来无要紧，每一个女性，若无着这条代志，拢无法度忍受。我也同款，我差一点仔都，就是袂过。我若安尼做，连到后夜的歹人伫咧欢喜。 我一定问我家己，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我想足久的，想足久的，我会勇敢站起来。小。 确实是一个真勇敢的查某囡仔。你莫说，多谢你。我也无替你做什么代志，你甲我说什么多谢啦。你对我做真多，你都真正我的真心老母安尼来对待我。 对我真好，真好。王英啊嘞，我一向都嘛是爱甲你疼惜，我拢将你当作亲像我的查某囝。我若唔想你，什么人要想你？我唔疼你，什么人要疼？我只希望你。 过个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李白，
你有心思，这是。拄则有一个日本人摕要走的时，摕这个物件来给我。安尼，伊逐摆若要出现，伊就会送我一个牡丹的冰针，这就是伊的信物。姐啊，有一挂话，我一定要甲你讲。你讲。姐啊。我知影你真喜欢李宪宏，但过你应该知影，阿妮琪的头脑是非常的好。阿妮，姐啊，阿妮琪绝对袂容忍你甲别个查甫人斗阵，伊的脾气。你应该想清楚才对。到时我今日不但袂放过李宪豪，无一定伊嘛会对你下毒手。我知影，我永远都袂去袂记的，你想早出怀疑反背伊的人。阿妮琪是绝对袂留情的，姐啊，我是你的人，我会甲你徛同边。也毋过阿门爸爸嘛有胖，你家己都爱较注意。目睭睨睨看，耳孔哭哭听，憨憨等你较无声。伊歌声来斗支持，人生的可贵，正是因为咱老人的友谊。李璇呐，阿宏，咱离开这好不？你若无知无当，讲这番话，因为我惊失去你。讲什么戆话啦？啊，我即摆毋是伫你的身躯边。我爱你永远永远伫我的身躯边，我不爱让你离开我。牡丹，你甲我讲，是安怎你来对我讲这种话？阿妮琪要回来啊！真实嘞！我已经收到伊要回来的消息了。你真惊伊？假使你若知影伊是甚物款的人，你就会知影我顾虑的是甚物。你甲我讲。伊是甚物款的人？安怎？小娜惊我知影。你真紧就会见到伊。无代啦，是毋是到即久？你还阁无要相信我？我当然嘛是相信你，你是我一世人上爱的人。阿宏，你应该袂伤害我，袂反背我啦，吼？我，就算讲你伤害我，我嘛袂怪你。咱离开这，
咱来去一个真远真远的所在，无人找得到咱的所在。咱来去过咱想要过的生活。你较早毋是讲，你食老想要种花，种足多足多的花，尤其是牡丹。你还佫讲，你要踮在厝的，插足多牡丹花。是安怎？敢讲你无爱我？敢讲你？牡丹，假使恁安尼去，若像你所讲遐尔厉害，咱要哪走的路？就是讲，咱走到天边海角，嘛是要去找的，敢毋是呢？你免担心啦，我会永远踮你身躯边。敢讲，咱就要过这种，敢若知影今仔日，毋知影明仔载的日子。这条路就是安尼啊，你早就应该爱知影。或者是发生什么代志，我永远都爱你。姐，安尼几顿啊？唔通袂记我拄仔讲的话。姐，安尼几顿啊？老替你准备上爱食的槟榔。我上少念这款台湾槟。是我饲的一只狗，咁教的乖。安尼记，做你放心，已经给我训练到乖的乖。你身躯哪有别个查甫人的气味？
在大店吃，起来。多谢阿尼基。无单。想我无啊？我当然想。你有听到无？你只是牡丹子啊，所饲的一只狗，做狗的滋味，啥款？去华侨宫本耀辉捐赠县警局救护车。这种人吼，表面上拢做真侪善事啦，实际上咧做啥物，谁知影？主管啊，咱分局长竟然搁甲因斗阵翕相呢。人好假人啊，伊无代志就捐救护车、捐防弹衣啦。我靠，后盖吼，警政署长都要请因食饭啊。因的钱根本都有问题啊，是咱抓无证据尔。李总。陈局长，恁这间店装潢了袂歹哦。请坐。啊，来，谢谢。你一定看到报纸啊？那安尼我就简单讲啦，叶主管啊，我希望吼你来筹备一个警民联欢会，好好啊来演一场啊精彩歌戏，来欢迎这个宫本先生的回国。咱宫本先生哦，长期拢支持咱警方，是咱警察之友。对啊。啊，若资金方面吼，你做你放心，宫本先生全力来支援。啊，不过这个日本人，甲迄间温泉旅社有关系，我怀疑因的金钱。叶主管，你应该爱明白，伫证据充分之前，每一个人拢是清白的啦。你太使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啊。也不过。好啊啦，免阁讲啊，赶紧去筹备啦，这是命令。是。什么啊？叫咱搬歌戏搬去顶牛头马面看？我想到就足气的，搁无得抓到因的证据，我哪有办法？哎呦，袂用的啦！要哪会用搬给因看的？无法度啦，这是阮顶司的命令啦。啊，有啊啦！你有啥物啊？我有办法啦，有啥物？我想到一个真好办法，咱来搬一出迄落包公斩虎嘛，来骂这个李胜红，干嘛互伊安尼欢喜啊？欢喜，互伊凄惨啊，凄惨，替落脚下出一口气。好啊！
前面无事便中间，上吊官说我路营王朝和马汉在身边。我就是土寮乡的派出所的警员陈俊院长。哦，不是，我这是包公啦。王朝马汉，在有事通报，无事退堂退堂啦。是。哎，兵大人哦，有人拍过教员啦。嗯，来，今日抓起来。余兴王啊。这个包公斩驸马的故事，你敢知影？较早捌听过。陈世美呢，伊为着荣华富贵，违背良心嘛，放无放囝，可惜了，伊敢若一个头。你若无应该叫包公哦，佮加斩几下头。有些人哦，我也想看唔上目，亲像陈世美这款人。无情无义，这款人拢该死。啊，等下，你讲对了。哈哈，你若卖听着单说，你安尼甲我放生，安尼就好啊。嗯，哈哈哈哈哈。大家带你做主啊！当下所贵好人，有何完成，速速必来。家带你娘病啊！民如世马兵啊乡连满百万情叫啊难言五军无情心肝变头坐你家爱公明哦哦哦，竟然有这款绝情绝义的人哦！那你分派出所绝对不轻佻。这个龙心狗肺的人到底是谁呢？正是当今的驸马爷，李世民啊！大胆，马乡人，你敢诬告当今的驸马爷？啊啦，你是真久啊，嫌神阿乡哈？请大人明察，五虎正是当今的驸马李世民，从天为证，下土为凭，民女假使半句的虚言，愿受五雷盖顶啦！请大人替民女做主啊！好，你放心，本派出所调查若是事实，绝对袂了解迄个可恶的李世民。哎呦，客气了。来人了，有，有请驸马爷。是。目睭睨睨看，耳孔哭哭听，憨憨等你脚步声。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人生的可贵正是因为咱爱。受到包大人邀请，贵府而来，
提高开放舞，害我进入来。名女子，你敢熟悉？寂寞。嗨。本府介无熟悉呀。啊！你这个薄情郎啊，为求荣华富贵，你敢得识人？安尼娘娘，安尼好，你住口。无你太匆匆啊，我是当当的驸马郎，你只要伊唔通来话白讲哦，如果分开你最啊难当的，你最难当，如果分开你最难当，啊当。你最难当啊！你啊，无情无义啊，抛妻而子啊，我恨你啊！目睭迷迷看，耳干苦苦听，憨憨等伊却无声。伊一眼拢是家己歌声来偷一支。你也是杀人嘞！红果狗，哦，红果狗，哦，红果狗。来创啥话哈？伊啊，无
啥货，无啥。哎呦，也无啥代志啊哈，来遐尼久，甲人放倒喺后宫的吼，是我无判，你敢知？若无代志啊吼，咱较紧转来去陪我行棋。哎，洪姑当的。胡妈呀，伊即马阁袂用走一啦。哈？伊袂用走的？嗯。无你是要招伊啉烧酒是无？下咱来借问下吼，伊是阮翁，我是因某呢？啊，是陪你食酒较要紧，还是陪我行棋较要紧？无啦，洪哥，你误会啊啦！伊是讲有一个名妇叫做马香马香莲的呀，伊要告咱这个李秀红啦。哈？放心歌靠声，点点送你我头行。明明心疼那倒歌，笑笑目屎准手打，感情路咱行到这，硬要继续只有加拖磨，放你自由去快活，较艰苦阮来担，含着花旦将阮所有的心声，讲予枕头听。一段袂煞，已经几段淡了又淡。免人安慰，免人换，放好脚步管家大。天边行到达，拢有音乐声，亲像在叫你的名。在到有得要安怎？想不清甲捡袂吧。Cook.